欢迎来到旅游耳语频道。位于曼谷历史街区的考山路是一条繁华而充满活力的街道，已成为背包客和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。该地区以其热闹的氛围、街头美食和便宜的购物场所而闻名，是任何寻求正宗泰国体验的人的必游之地。以下是考山路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。探索街头市场，考山路以其街头市场而闻名，出售从服装和纪念品到街头食品和新鲜水果的各种商品。街头小贩是该地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增添了充满活力的氛围。参观寺庙，考山路地区有几座美丽的寺庙，包括 Wat Chana Songkran 和 Wat Boni Niwet。 这些寺庙提供了远离街道喧嚣的宁静休憩之所，享受街头美食。考山路的街头美食是曼谷最好的，您可以找到各种当地美食，例如泰式炒河粉、Song Tam 辣木瓜沙拉和芒果糯米饭。一定要尝尝提供的一些异国情调的水果，例如火龙果和红毛丹。按摩一下，泰国以按摩著称，考山路也不例外。有许多按摩院提供一系列的治疗，从传统的泰式按摩到足部按摩和精油按摩。尝试桶装鸡尾酒，考山路以其桶装鸡尾酒而闻名，街头小贩和酒吧都有出售，桶里装满了烈酒和调酒器，是背包客的热门选择。观看泰拳比赛，泰拳或泰拳是泰国流行的运动，考山路地区有数个体育馆，您可以观看现场格斗，体验这种古老武术的快感。参观民主纪念碑，民主纪念碑是曼谷引人注目的地标，距离考山路不远。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32年泰国建立民主。乘坐嘟嘟车，嘟嘟车是曼谷流行的交通方式，也是探索这座城市的有趣方式。乘车穿越考山路地区，沉浸在这条充满活力的街道的景色和声音中。考山路是任何到曼谷旅游的人必去的目的地，这条街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了文化、历史和乐趣，一定会让游客满意。从街头美食到寺庙，从市场到桶装鸡尾酒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座城市的这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尽情享受。